花花，爷爷叫。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爷爷，我再来了。花花，干嘛啦？我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爷爷，你等等。花花，爷爷，我看到奶妈在给我们放吃的了，谢谢奶妈辛苦啦。姐姐，你能不能每次有吃的都主动点过来？爷爷每次都打开喉咙叫你，我都心疼爷爷了。好吗？好吗？弟弟，我也不想的，我这速度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你走路举止都要优雅吗？但是爷爷有吃的叫你快点也无妨。你让我想想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快了。只有你认为自己是快的爷爷太难了。好吧好吧，我去自我反思一下，我走路不慢呀，就是优雅了一点而已。被弟弟说好难过没吃饱呢。